刚刚考的是字音嘛，我们现在来加考一下字形，因为这位同学有读过这一页，那我们来考考看他25个字可以答对几个字，这个就比较难了，要写出来了啊。像我这个经常不太会写字的人都写不下去了，叫那么大声，他只读过一遍，我们看如果他可以答对，那真的很厉害了。来，我觉得我第一题会错。图，来写出来。不是这个图吧？图，我不知道，我觉得不是这个图，我觉得应该是。啊！公布，帮他计算他错几题啊？错，是图，这个图。那个、来，再来。来，备受争议。A， 备，来我看一下，答对了，再来。一绝，这个绝，哎，答对了，再来。意见，这个我不会。伤，不会可以放弃哦。对，我不会。不会放弃，小心小心。放弃就是放弃，这个是应该是说有不一样啊。哦，这个差纽错一字，对差纽。再来莫名，哪一个棋？这个呀。这个棋啊，啊，不然你知道这个是肯定棋。棋，对，好，再来下一个，长幼有序，好序，哦，写得很好看哦，哎，好，再来，奔走如市，哪个市？是那个市还是那个市？还是那个市？市场的市吗？放弃吗？放弃台北市，哎，对呢，因为我想说是不是很多像人很多那个菜市场很多人在走。再来放手一搏，好简单哦！搏哪个？老师的搏，老师的搏，那个拿杯的搏。应该是放弃，放弃，应该是那个搏击的搏，一个手字嘛，对吧？对，像那个博物馆的博啊，但手字。博物馆，我觉得是水。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博物馆的博啊，只是手字。可是老师博物馆。来，再来，老妪能解、哦、这个太难了，这太难了，放弃，哎，这个对你来说太难了，再来。而且老师我已经忘记了。再来，公筷母匙，这个。这个忘记，我只会下一个。筷筷跟匙啊，所以。哦，我知道。母匙啊，所以筷子是什么时候用到？另外一个匙是指的是哪一个匙？匙的。汤匙的匙。我不太确定。对啦。对啦，对啦，因为对了，就答对啦，再来。以讹传讹，好，哦，这个嫦娥的娥吧，不是嫦娥的娥啦。来，再来，色彩斑斓嘛，斑斓，斑，答对了，再来，旗鼓相当。哦，哦，我写字写这么好看，哎呦呀，国旗的旗。旗，对，再来骄阳志，哦，这个很难，很难的。哎哎哎哎，好像哎、欸、有感觉了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你厉害呢，哇，炙热的炙嘛，对，哎、欸，你厉害，来再来，什么？二，二十二，或者你随便猜一个二，我觉得是那个二，不是这个二，是二杀。再来颠三倒四，来颠，好，他写很快就代表颠，真的哈，这个颠啊，好，来颠，答对了，再来，哇，这个秉烛夜游，赖明伟的秉，这什么？这个好难哦，哦哦哦哦哦哦，烛，哎，不是，哎，这是那个蜡烛的梦寐以求，哎，这个好像有学过哈。我们没有学过，我们有还没有教到这个。等一下，叶总，你先 stop， 我要写两个字。你要写两个字，为什么会两个妹？好，先试试看是哪一个哦。还有那边画完再打叉。哎，这个才对，这个方向不对。好，来我们看一下，答对了，再来，士气如虹，红，简单，彩虹，简单哈，真的吗？真的吗？红 ，OK， 答对了，再来下一个，声嘶力竭，竭，哎，有点像哦，不过随便猜怪怪的呢，是吗？我觉得是，哎，竭，因为你这个旁边不会是那个悔字旁的，那个是像虫嘛，对，它是虫嘛，对，所以竭那个力量的力，然后这是不一样的那个力，没有力量的，再来。剑拔弩张，射箭的箭，剑，这是太难了。
不是啊，是那个宝剑的剑。对，另一个剑。再来，酒驾肇事的肇，我会写吗？这就是攻击对方。啊。会写吗？哎哎，对对哎。这里有这个东西。好啊。放弃了吗？对，放弃。来看一下这个照啦，啊，这个照是经常在新闻上看到。运动可不可以全部照？再来五谷什么欠收，可以试试看欠收是什么？欠收，道歉的欠呢？哦，再来遍体鳞伤，放弃。好，这个鱼鳞的鳞，鱼鳞的鳞。再来最后一个。落日余晖，这个是犬字旁的，手字旁，手字旁的，是吗？确定。灰呢？是啊，是这个吗？改一下。大概是跟太阳嘛，对不对？好，试试看。哎，不对，光跟日，有没有？答错十一题啊！不过很厉害，因为这个都要写的。我看我应该答错二十题。你又笑那么大声，啊，因为这位同学只有看过一两次而已，真的要会啊，真的要会写，真的有点难了，啊，好了好了，下次大家加油，啊，再挑战啊。